对今天的这个赛道有信心吗？有信心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吧。对，有啊，我们是最棒的。耶、yeah, ，加油！风跑小。大家准备，各就各位。预备。公布一下我们第一轮 A 组比赛的结果，我们的兄弟团当中晋级的是邓超、鹿晗、陈赫、王祖蓝和王珞丹，全部成功的拿到了七个。就是最容易摔倒的就是那个海绵的那个地方，对，所以那个地方稍微，哎呀，吓了一下。我一步飞过去了，不管了，我也飞过去了，我一步过去，我飞过去，膝盖踏了。是的，你看那个是个弯道。对。第一个环节当中，晋级的里面只有两位女生，所以你的心情如何？我的心情很激动，主要是我是当兵出身，所以我觉得我跑步应该还可以。那有没有什么一些经验可以对后面的队友说呢？不要怂，不要怂。现在有请我们 B 组运动员全体就位。哦，哎，我们这队明显很强哎。我们组都是男的，没有女的。我已经不想说什么了。Hello， 手下留情啊，哥哥们。你们这边谁跑得最快？他跑得快。哥哥，你不能这样，你骗我来，你还你跑那么快，你叫我来这里。这哥太坏了，他一直过来呀过来呀，然后他们都说他跑得最快。靠你了，真的，反正还可以复活的嘛。嗯，什么意思？你还要复活？不行，可以复活嘛？最快的男人还要复活？这一看就是运动员，长得就像个运动员。你看，来，我来帮你。666，你看你号叫666。六一下。好，现在我们比赛马上开始。Thank you.
们现在看到在海绵池当中，郑恺手里已经拿着一面旗子了，李晨也拿到了，范丞丞也是拿到了一面旗子。没有用，没有棒子，没有拿到，没有拿到。现在我们看到兄弟团的女将非常的可惜，没有能够成功的拿到我们终点的旗子啊。啊，没拿到，快快快，他们这波男生好多男生啊，男生，男生快，尽力就行。后面还回头看，尽力就行。拿到旗子有没有很开心？当然很开心了。对自己的接下来的比赛，你有没有一个名次的预算？前十吧，前十，我对自己还是比较蛮有信心的。你是野战军，所以刚刚这个跑道对你来说是不是很简单？也不是说非常简单吧，但是挺熟悉的。你觉得兄弟团里面哪几个可能赢过你的？我觉得陈哥还有郑恺。看来 B 组的比赛相较于 A 组来说，兄弟团的表现不甚理想，但是在这一轮他们还是有复活卡可以使用的，不知道会不会使用。我觉得留给你们吧，因为我们对男孩根本没法跑，刚才上一轮已经把跟我们差不多体力的都筛下来了，复活了我们下一轮我们还是会被淘汰，还留给你们吧。所以你们这一轮是否使用复活卡？不用不用不用，那他们就得被淘汰了。我们帮你们加油。下一轮我们要进行的是50进20的淘汰赛。其实很难的。不见得赢的还。